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场景，公园里、乡村小路上随意就能碰到，一片小林子，一抹斜阳就能让人驻足或触动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么美好的时光记录下来吧。这个图片的构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画出地面的比例和中间的小土坡的位置，然后把几棵树的位置安排好，再从树干开始勾出具体的形状。纸面打湿，先从树叶后面的天空颜色画出来，再从最浅的颜色开始画，先把土坡上的浅色画出，再画树叶上的黄绿色，因为受光线的照射，可以用少量的浅绿色加一些中黄颜色调和。再把树叶部分的灰色画出来，灰色我用的颜色稍微纯一点，因为受光线和环境的影响比较少，颜色稍微纯一点。右侧的这些树叶上，我在绿色里面加入了一些蓝色和紫色进去，那么左侧偏暖，右侧则偏冷。注意画的时候要透出天空的一些颜色出来，不至于所有的地方都被树叶遮挡住了。目前纸面还没有干透，我们可以用重一点的颜色压出树叶的深颜色，那么这个时候的颜色纯度就要灰一些，比之前的灰色要重，这样层次就更加明确。树叶受光面的细节可以开始刻画了，树叶的受光和背光的关系，用点的笔触把受光面的细节画得更加丰富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左侧开始往右侧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的刻画，树干的受光面和背光面区别出来，树干后面远处的植物画的偏蓝紫一点或冷灰一点。
注意暗部的笔触可以少画，处理的简单整体，亮部的笔触可以稍微丰富。左侧基本上画完了，接下来刻画右边的部分，方法和左侧一样。
中间的小土坡和树干的投影要认真对待，这部分是视觉中心的地方，所以颜色的对比和冷暖关系是最强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前面画过的部分对画面先进行调整，从全局的整体关系来看，有很多地方画得太多，可以用笔把一些局部洗亮一点，有些细节多的地方可以用笔统一统一。上半部分大体上画完后，把前面部分画出来，右侧的草地因为有投影在上面，所以颜色会偏冷。我在此处的绿色里面适当的加入了一些湖蓝色，并且可以在画完基本颜色后画上一些较虚的颜色变化。中间地面的砂石颜色以蓝紫为主，颜色比较灰，一定要比上面黄绿草地的关系对比出来，这样光感才会强烈。再用小笔把地面砂石上的小石头画上一些小的暗颜色，丰富一下地面的细节，调整树干和草地上的内容。
最后我在检查画面的时候发现右侧树叶画得太黑太重，以及左侧树干后面的植物也需要画浅一点灰一点，所以最后我花了些时间把这两个地方打湿，通过用笔反复刷洗得到了想要的效果。